守成大师在讲第86页的这两个手底下这两个守成他哦，那守成就是大禅师的啦，对不对？大禅就是叫小禅师，叫大禅师跟小禅师其实也不能这样叫了，因为禅师并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大禅师我们姑且说是守的叫小禅师，身体做的叫大禅师，好吧？把这五禅师这样子看啊，这里怕。他就是把 Q 起来，这个叫小禅师，啊、哦，那么大禅师呢？大禅师比较大了，骗起来，有没有？对吧？奥的声音，很像啊、哦，做大了，啊，我做完，啊，退起来，第二个，往前，往前，看见没？他是看，走，相对应的再朝去看，走，啊，但是他不管怎么做，都是要折断这个，腰部，不错，哎，不错，咱这样会考，哎，啊。